Billy?就不开的哪一只，开的哪一只？两只，各两只是吧？啊，各两只，白的两只，粉的两只。上好，这该两个知道啥？就是啊，这些都很好。拿着好，这个好像开，你要看。听说还是拿不开的好，自开的。拿给拿出去。哎呀，你上来了吗？孩子，他要做饭开呢。Thank you.
少钱？解封了，就是要解封了，然后结果他还在那个养蜂那个仓储上面。还是上饶的哈，反正是上饶那边，他给我订的茶花要好的品种，订好了，他怕我运回去容易坏。你现在哎，你是在广丰的还是在杭州的？在杭州，在杭州上班。啊，对。他现在在广丰也改变了很多，以前是没找见了。便宜的，那我们家说三百五，还是便宜。我那个，我那个。